音乐起。Let me hear you say hey, Miss Carter. Say hey, Miss Carter. Give me some.In the back, down my bangs in the grill. Slim brim with my eyes sitting low. Every boy in here with me. This is all for you. Just walk my way. Tell me how it's looking, babe. Just tell me how it's looking, babe. Do this all for you, baby. Just take a stand. Just tell me how it's looking, babe. Drop the baseline, drop the baseline.很棒很棒很棒，这位外表很柔弱很不起眼的女生，没想到一跳舞是哇哇哇，对，哇好爆啊。这个是原居民的一个手势吗？原住民啊，原住民的手势吗？原住民是哦，很特别。我是阿美族。阿美族啊、嗯、对，很小很小就开始学舞了吗？13岁。学什么舞啊？街舞。哦、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跳那种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自己去找舞蹈教室学 hip hop。 去香港走一趟吧。我不说话，我先给你。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给他？我不知道。我看到小小的身躯里面有一个庞大的力量，他是这个舞台的王。我不知道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我也不知道你的过往。我不想听，我什么都不想听，我只想在下一场看到你在这个舞台上跳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两张了，两张了。金星老师，给票啊。我想问一下啊。首先跳得非常好，谢谢老师。首先非常好，脚底有点重，嗯，脚底点沉，就是整个我觉得跟你的上肢那个爆发力比较起来以后，我觉得脚底有点沉。别的我挑不出什么毛病。另外，这个舞蹈是为了这个舞台编的吗？是啊，这个舞蹈编得很有力量，说他整个有想法的，而且他坐在凳子上各个方面都对了，非常好。Give more light 就很好了，是吧？谢谢。谁选择去吧，给你跳了。啊，第三场。现在请你选择，我们下一阶段会在哪个导师的队伍里看到你？哦，I think 讲英文了。讲英文是偏香港吗？也不对，上海也经常讲英文，北京也很大气。我好紧张啊。我也好紧张哦。那你选我吧，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你看刚才还挺大气的，选谁都行，这会儿呢啊，我给你个直接的建议，流行现代未知。哇 X， 我真的，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我总觉得有未知会发生，嗯，方向我也不是很明确，但是我就想搞一点大的。哇，陈妍真小姐，请选择你要加入的导师队伍和城市，香港、上海还是北京？嗯，点一万个赞！我爱你们！这歌想的太是时候了。去哪座城市？
时候是给人感觉比较柔弱的，但是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是很有能量的，他这种就是说他内心其实存在一个比较强烈的小宇宙。恭喜陈妍珍加入上海金星老师的舞蹈训练营。我来到中国好舞蹈呢，希望能够来到内地发展，也能够有机缘能够遇到自己的终身伴侣，然后希望能够跟他谈一场很棒的恋爱。